姐夫，你欠我钱什么时候能还啊？小姨子，我知道你紧，但你剪得更紧。等你剪得松松，我就抽出来，把你那窟窿给堵上。那可算了，我不要了。对了，小姨子，你最近为什么这么紧？不是双十一了吗？我要买零食了。你买零食不知道找我啊？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不见了。这次呢，我们就直接进入到零食店的广告环节。在双十一的时候啊，我们零食店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福利，在凌晨0:00开始，前十位购买并下单的同学，我们就会送出288元的现金红包大奖，支付宝直接转给你，或者是加我们的微信，偷偷的转给你。那么第11-20位购买并下单的同学呢，我们不管你买多少的钱的零食，我们会给你全部免单。第21-50位购买的同学，我们会送你这个市价在58元的 DOTA 保温杯。好，说完免单活动呢，我要拿起 DV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店铺的店铺活动，然后还有赠品啊。在双十一的时候，首先你只要进我们的店，什么都不用干，我们就送10元的优惠券，买零食我们送。好、啊，然后下单就送神秘零食礼包啊，5星好评，还可以啊，看到没有，无门槛的优惠券一张啊，5星好评的话，全场58元包邮，满108元即可获得我本人的签名照，满138元即可获得 DOTA 打火机，满168元可以获得 DOTA 打火机啊，然后青花瓷烟嘴，你买拿什么杯子？然后还有我的水友群啊，满198元的 DOTA 手办，满258元送 DOTA 保温杯，这保温杯质量非常的好。还有我们的套餐活动啊，我们这个是168元的套餐，已经摆满了整整一桌，非常非常的多啊。这个套餐呢限量100份，然后送什么东西呢？送 DOTA 保温杯加签名照加 DOTA 打火机。那其次，我们现在只要你购买这个零食，我们会给你一个小袋子，小袋子呢我们会给你分类并归纳好，这样呢你买过之后感觉就会非常非常的好，不会乱啊，不会散。这次这个168套餐除了大家非常喜欢吃的这个脆骨包括鱼豆腐之外呢，还有我们麻辣牛肉，四川的牛板筋，这两个也是非常好吃的，口感非常好啊。然后说完了168元套餐，我们就说198元套餐。198元的套餐呢，就这个，如果加上赠品的话，这一袋恐怕都不够，可能还要换一个更大的箱子啊。198元的套餐是送这个 DOTA 的闹铃啊，可以让冬天懒床的你一定要记得准时起床哦，由它为你叫床。好啊，那么这次呢，还有最后一个是138元的套餐。138元套餐呢是送打火机、签名照加鼠标垫啊，这鼠标垫非常大，可以拿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么这次的活动我们先介绍到这儿啊，然后还有双十一特惠区、秒杀专区、首件特价专区呢，在下一期视频里面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。好了，买零食不找我，找谁？介绍完零食店之后呢，同学们，小老弟的男装店本期双十一送出无门槛50元优惠券，限量1000份，而且进店就能领。除了优惠券之外，男装店还会有一个满减的活动，199减20，299减30，599减100元。同学们想想看，先是可以领50元的优惠券，再立减100元，这活动力度一年也就这一次。那如果购买满329元，可以获得一个价值88元的大礼包，里面呢有我们亲自挑选的围巾，这条围巾冬天戴着不仅保暖，还有我们的一份心意。除了这些之外，还有一项重磅活动，iPhone 6S 64G 1元起拍，没有听错。
iPhone 6S 拍卖时间啊，是到11日23点59分结束，拍到多少是多少，最小单位10元起家，不管你是自用还是送人啊，都要抓紧这一波机会了。这个双十一的活动礼品啊 ，iPhone 6S iWatch 会在下一期的视频当中给大家展示。然后双十一的当天，每小时第一个下单成功的同学可以享受免单的待遇啊！我可以教大家一招，可以提前收藏好，压秒下单，这样压到的概率就比较大。冬天的衣服都不便宜，免单的机会不多，新老品啊，全场参加。双十一那天，只要在小老弟的男装店下单消费，就可以参与 iWatch 的抽奖活动。对面这个班子昨天把我打了个几比零，我已经忘了。四比零，听说了。我打了三场好像。这蓝衣主车是谁啊？张三丰。我总觉得他们打路人和开黑两开黑打路人，开黑比打路人厉害。他们有光环吗？没事，我们也进个。你们要什么？我先不选和，我先给你们选。你们要什么说话？赶紧十秒钟。晚上怎么说啊？晚上怎么说？十秒钟啊！你们要什么？啊，全能拿了吧？全能啊！沉默全能这两个拿了吧？和等一下再拿吧。打穿好屌，沉默全能。还有个酷酷。葵花和有切跟幽鬼，还有小小都可以吧？那我打中了。那我打幽鬼。我打沉默。扣扣打中打得过神灵吗？应该是打小小吧。打神灵应该是的。扣扣打神灵拿头打。打神灵的话，那我就打酱油吧，对吧？蓝猫应该能打吧？蓝猫能打神灵。酱油的话也不会太酱油的。是不是要蓝猫吗？我不要，我要幽鬼。我要幽鬼。先暂停一下，哎呦，先暂停一下，思考一下，拿什么快？只要你打什么，你就打什么还是打什么？火猫或者 DP 吧，都可以，走中吧。来个 DP 吧，这不。我什么？DP 幽鬼好了。那行啊。行好。DP 呢？Justice shall be done. Mm-hmm. 这样我操！他们蜘蛛猎人，那就是我超人机器拿什么的？超人，是不是一个就行了？一个，不行不行，帮我控服，帮我控服。都能打神灵，打小妖我都能打。我想买个球魂盾，你能给我吃素吗？一会儿我自己买。这是我有四个。那给我四个，还有一个带。Welcome to our village。那怎么分路啊？扣扣是打一个什么位啊？直接打扣扣跟你们下。帮我下个空腹吧。纳达蜘蛛，我操！蜘蛛，蜘蛛和小杰哪个厉害啊？我感觉蜘蛛线上挺厉害的，你们线上看着打，我们这边没什么控制的，就不能这样，别被上帝抢了，兄弟啊！但别被举了，别被举了。知道吗？啊，我给你个针眼上去啊，不然蜘蛛怎么打我的？我有针眼啊。没有，好的。这怎么分？三幺幺还是怎么分啊？给三幺八，你上去保佑鬼啊！让全能下单吧。
我觉得311好一点，222的话，那整个粉，不过我们这两个比对比一个控制。他是王很尴尬。知道吗？啊？D 是吧？是的，可以给 D， 他过来就给 D 了。他边缘的，边缘。哦。就放那个位置，这个就可以。谁到？哦，这谁漂亮。因为他这也很尴尬，你知道吧？他下去就破网了，上去就看得到了。浩子，你需要对野吗？可以对就对吧，我中路打大挺肥的。把四下路视野的做一下，能进能进坐这里，让他们应该不会下路。你很好压他，那就好。是的。下路已经控掉服了，闪电已经控服了。Let me face the battle。我靠，他还拿小蜘蛛反补，比小剑还厉害。我直接一定要挖到来治他。没有啊，他就用行死啊，不是让我做一个防守，是多个良机。不应该两个啊。哈哈哈哈哈！一个有个药才能，那对着他。快了！我已经达到十分之一的3800了。这个先锋了，这个先锋很难打。我先买先锋，不然他那个。那个鸡我拿了，我就打了鸡，这一个粉，我拿过来再杀他多少？哎，甚至绕咚，闪击在后面。你自己看，打他，这路打他挺肥的哦，一点压力都没有。过来，哎，拿野吗？拿分布。哎，我要死！包括我们开一场。怎么样？别杀不了，杀不了，你要死。要被反杀的兄弟啊！知道。我们这两家人说实在的，打这个还真不好打。要不然有鬼单混等级，我去其他的帮忙打。啊，也可以。我只要不死就行了。你们两个过来就行了。咋啦？能防到吗？不习惯。你要我要运一下，我要出个灵魂剑。他要能杀吗？哎，这鞋子是谁的？我的，哎，查不到，我只有一级才能开。那你直接盲水一个嘛？你当然这种地方水的话应该爆多。哦，好，这鸟。鞋子我都拿鞋子。
那有了，那有了。我打，我发了一笔小财。Yes, my lord. 我以为你会一直这样自力吸下去的，一开始真的。吸不下，吸不下去。因为你他那个盲水，我以为这个动作会至少重复个两三次吧，没想到就一次，我操！我操！我就不出前门的。放入状态符，不知道什么符塞下去困了。他们小猪猪呢？还要去可以。我没有技能的。马上有地了，一个地36块。这是两位的，这是谁？不是泰山，这不是泰山，不要回去。小兵拉去，小兵有吗？我的，看你上，你不上。我杀了就行了，我操！什么要求不到？我灵魂街的钱已经出来了。太刺激了！最后三个再打酱油，不过没抓到我。啊，好，我来给你。拉也吧，我拉也就吃。哎呦，弹出去！啊，好多人啊，中路，中路三个啊。不过他们小小应该控服了，你们这个服不能一直给他控啊，控的节奏特别好的控了。我和他们持续控都容易被一串秒。杀了加个服，感觉你们可以随车。蜘蛛呢？我操！我的灵魂街靠他的。不对啊！不能！杀他！小小，能不能杀这蜘蛛啊？他两下技能也不行。我操！被举起来了。不要打！哦，兄弟。哎，完。不死，你加血了没？我先走了，我连鞋子都没。赏金不会在吧？都推了我蜜粉。我挺肥的现在。陈默也蛮肥的吧？几次之力啊，两赏金。我也挺肥，中路我把他们卡拿了，虽然说不是我拿了卡。不过你买个粉什么的吧，都是。哦，我刚好给我先秘法，先把秘法买了。行，我差不多先一个。他们肯定打我们这一块上。现在想个地方分个六，分个六的战略就行。感觉还是要补个先锋盾。第三。盾好拖啊，先锋地方先锋盾也打不过啊。2000块钱装备呢？我这个墙上都墙上来。用马化推下。我咋这边已经断兵了？他切机让被我切死，可以，就是没吃到经验，不然我丢六了。他妈的，这个火控的真是烦。不会他不会来战我吧？
哇哈哈哈哈，这舒服。这还是在一起啊，不然这个分开的话怎么办呢？你没粉了，我先买个1000亿的球。没粉上怎么杀？物也杀不了。我，我有钱买粉。快点，兄弟，我画个6。你多少六啊？两个都不一样。拉比克在上，上路那个拉比克在上，我先撤一撤。可以杀，可我能过来不？如果有大的话，直接可以。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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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蓝了。没地，我没地，马上有地。我回来上路没了，我操！小小跳了，用这个眼，我们下那个吧，我有那个六了，而且就差个眼。我没六，我没六。小小跳刀，赏金6级了。Our brethren's town is under attack。要不想要强杀我、啊、要不我们去跟我队怎么样，有5吗？我有6，要不要去跟我队不？一匹没大下路不好吃、啊、可以秘法踢一踢我来啊，我也踢了但是就我们两个感觉也不好打。我打哎我的妈的，这样子我也没办法。杀来这里，杀来这里，反正小小会听你。小小酱油好可怜。等等得来吧，卡后应该有眼来有，不能这样打的。好，我跟看我的小主人看。不要打，就只有我一个，我差一气了也打不死人，没技能的话。这把很不可能。就只有靠着生活打，要么就一定飞起来那就真眼得多点啊，我说是这帮真眼不都没法打我怎么说。这个赏金只要在我们塔后没人管他，这里快来人，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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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来来杀一波，杀那个拉比克，拉比克回来替了，回来替了，不找我了，不找我了，拉比克死了，我操，什么我后面绕过来了，绕过来了，我踢了，我踢了，我踢了。我不要进这个了，我有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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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的，我把闪身也得多带点。对，一扫，他妈被他们抓的腿。带一下那个吧，带一下这个吧，我买了一组。我都有了，我有了。你们这么保我，我肯定飞起来了。你们等于把粉全部粉的钱全部送给我了。伤害也去了，伤有恢复，扣个带个位去干嘛？我有大，我有大，我有大。我的钱。不是，我有标记，我有标记。等等，小心，看着店里面。然后沉默有钱，我两个过来吧。哎，我有标记，你们看。有标记，等我吧。我马上有船，马上有船，有船了，怎么说？我们4人。哎，我们4个开悟。在我们也是，就这个标记。我沉默到后面4个，大了。
30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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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0
小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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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，他小小船长，哎呦，我追着他，走吧走吧，我追着他没来，走吧，你走你走，二换一还行的，真的二换一还行的，二换一再换，这样就走了。哎呦，二换二也不用去了。住这边，住在下面。沙小小，他没来，你有蓝莓？真没来，一点蓝莓没有。你走吧，算了吧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他恢复他反打的，小心。往上走点，往上走点，你给他他恢复好了，他有 VT 的。哎，他死了。我回家有个大。哦，他三个魔棒，我不掉。别杀了，别杀了。没等级啊，这么打。我想出个刃甲了，记住不要。我还有物怎么说？上路守一下的，你们去啊！我有大的。再去。真的。我先去了。去啊去啊去啊！把事做去啊！你就开大锅给我们跟不上吧，感觉。我等他过来别踢我就开刃甲。哎，他别这样，我操，不是小小来了，小小在后面。那打一套回家，打一套回家。这里这个真眼插满。Our brethren's town is under attack. 我应该出个骨灰，好像可以啊。开大，开大，谁能开大？我靠！没大。开大没什么用，我觉得。全能开大有用，你开大有用。开大没用。哎，这他妈这里好像也有点。现在我不敢去。四个人一起啊，四个人一起，别落单，等你对面的压迫力这么强。有个有大没有，我还有十五秒。传水，然后插T有插T，插T不会被偷穿。要不要打？要不打？要打我插。五秒，你插T吧。这个嘞，给我加血，给我加血。我操！能杀这个小小吗？你杀这个小小吗？身体，这个还可以留，身体还可以留，我已经插他了，我插到了，他会替我，他会大我，他立着，不错了吧？是，蜡笔可能插的吗？我插，人吧，哎呦，后面，我死心给他替了，自己看，死心给他替了，妈的，没事，陪我去拍一下眼吧，我去上路了。你陪我去看一下眼睛就好，没事，那个蜘蛛都行，没事。找不到，我回家了，待会冲过来。一个眼，两个眼，三个眼，他们是三个眼都没了。等我过来。我估计还有个眼是那个核桃的眼。这里有眼吗？是的。这个拉比还要排眼，拉比还要排眼，能不能把他杀了啊？快来人！有大，这波我有大。废话，我出刃甲当然不打我了，不出刃甲当然打我了。把这个眼先排了再过来吧。如果这个刃甲能用好久。别打，别过，别打。我在排眼，我在排这个眼，我在排这个眼。那他们四个眼全没了，这边。我们来放一下魔王，什么？两刀全空。
不吧。有大的，他跳过来我就。等优酷有大，优酷有大开悟。先别打，先别打，我消耗一下，给我磨灭了，给我磨灭双加，不然我的妈，不然我这双区他妈的就直接被 UET 没了。蜘蛛在上，磨灭了，再来一个，这个他妈给标记了。我觉得插到神灵就，插到那个赏金，插到小小什么都可以打，插到就打。知道，不然你看对面插小小跳，他不会随意的死。我只能插这个，就这个 B 的，来这个 B 的，来这里，这里有个 B 的，我插 B 的去，怎么说？打不打？打打。我插他，我睁眼，我插睁眼，我插睁眼了。你出了吗？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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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比克，拉比克。我插到拉比克了，我插拉比克了。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哎，我走了，我去上路了。你追我，你追我，你追我，追我追了。我不追了，我不追了，我先说，我不追了，我不追了，我去上路了。买活了，买活了。加速小小，都买活了，掩护着走，掩护着，掩护着走，掩护着走。上路，上路去，上路去，苏丹。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了。好。走吧，走吧，走，不掩护了，不掩护了，这掩护全死了。来，别别。我带着。你们这一波短很强的，超强。Our brethren's town is under attack. 他们后期有三大波啊！是啊，我飞不起来，操 ！DP 也是后期啊 ，DP 后期我觉得挺厉害。没有，也是。其他魔美在那波。好吧，感觉后期那个有鬼一个后期打他们对面。打，哎，也不好打对面的后期。打盾了，开雾吧。雾还没好，雾还没好。哦，有个雾，身上有个雾。不来。打吗？开吧，开吧。这不开雾是吗？这不是打吗？开吧，开吧。全能，全能，全能。不，我没大，你确定要打炮人是吧？32秒你有大，这不感觉他妈。有针眼没有？有针眼没有？他们出来了，打出来了。我要去插队。你们如果能等，雾破了，雾破了，有粉吗？他抽个什么隐身技？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会拿回啊。等我一会儿，等我一会儿，等我一会儿。走下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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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下吧。我没事，我有大了，我有大了，我有大了。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我操！打了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我插小小了，我插小小了。水来一个，水来一个，水来一个。没水，没水，没水。我刚才水就了一下，拿住了。拉比克没多少血、啊。我能递到。173。打一下都行。放的对。这里还有一个没 T 啊、哦，有 TP。后面神灵，神灵，谁想追想追，继续上神灵。标记可以标记到。我从这个位置验的边上，对，该接了，该接了，该接了。你快给你放一下。一个。后面谁死了？我被闪音磕了。这玩意就是靠 Coco 的，塔后我可以悟得到。哎，多少血啊？有没有人看一下啊？回头了。谁啊？那个小小，那个赏金。哎，在这。基本没血。然后你看，刚刚往回。我这样没分到。接着我帮你捡，帮你捡。报道。我要带个。我操！针眼啊。哎呦！他没扫进视野，确实有红吗？你要把我这些都拍下来。追上，抱团追上，抱团追上，把袜子先打一点吧。好吧，破。到我们飞起来给泡个粉的宝石。哦，
包等把上面打一打我就龙心了。他们酱油真他妈难打，这完全靠酱油啊。酒鬼有大了，有大，把上岛外岛拔了一把。魔面尽量早点给我，我怕小姐 VT 二连血直接打残了。他们打盾去了，他们打盾去了，那把上拔了吧，算了算了，去不了了。哎，没打没打没打。他们推中了，我回家补一下。我就不开大了。现在去。哎，有人回家了。回家那个。不逼给逼。晕锤。赏金。他们打肉了。靠过去啊！靠过去啊！靠过去啊！踢啊！踢啊！给我个魔面，你们踢啊！给我魔面，你们再踢啊！这时候抢了就发财了。我这位置好危险，我是走前边，我听大的好关键。我也感觉好危险啊。别想抢不了，别想出山。我抢了，不管。哎呀，他已经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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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小盾也没，小盾也没。哎，我死了，我操。没办法，我这个肯定救不了你。我们妈的晕锤！我在。你来的话，你来的话，盾也没有。这蜘蛛什么都没了，这蜘蛛什么都没了，来救杀他。上。可以。有准没有？等过了。没有了。算了吧。晕锤，我操！算了，这波赢。妈的，我想怎么走掉？晕锤 BKB 啊，晕锤 BKB。推了，快，把下打推了，他们人不齐。我就回家补了。At your call。人吗？全能，靠近一点吧，给个蒙面。这是蜘蛛拉比克蜘蛛，走吧，能走吗？能走吧。他们两个 BKB 啊，不吃我的荒芜。我没有睁眼，我在憋个那个。我买。抱团推啊！我要憋个煤。就这个煤粉。能盲杀他吗？你擦一擦水弹可以擦水弹，盲杀这个。差不多。没睁眼吗？都没睁眼，就龙妹这个。等一下龙妹吧。我在等，书生，我大爷差一点点。哥。我直接告诉我下路收吧。炮人加入，我去下路收了，别打了，我差一点点有大，我差一点全部有血，我有血有大。是呀，我死了不要管我。拉下期，我去下路带一波，我就16级大，然后我们爆弹中。啊，真呀，爆弹中的时候。My life。他们俩隐身真的到时候可以整个好时间，这个神力 BKB 了。他们两个 BKB。 你要等一下，来跟着我爆弹吧，我运个龙心，我拿下板甲，你龙心等一下再拉，我拉着板甲就推了，反正你上面带线的。拉，追龙星啊，是。不要别动，他们上 BKB。你要再动起来，动起来。好，动了。被爆了，对。这波推的倒是整个宝石带吧，真的宝石需要的。
哎，这个没磨，这个币没磨，它没磨，它有 BKB 啊，你们可以打得到。BKB。对对对，他假装，我假装太爽，我没。小小在下，小小在下。可以杀，可以杀，全能推出去让他显示。哎，算了，他丢网了，推，早点过来就好了。下路这线的幽鬼，幽鬼去下路带啊，幽鬼，你自己看着带，看着带吧。嗯。幽鬼。放大，不给他。妈，下路我留小小怎么样啊？啊，你去留吧，就不能给他们开啊。没了。你拆一个不拆一个，拆一个。哎，一个都不拆吗？我才踢下来，他就跑了。回去等。我没大了，现在。刚本来想买粉单杀那个，去把他抓了。过来，扣。赏金会在这种位置。别打，我有贴风。你看，你看，哎，快！我来不了啊。对，没可能。小心，我大美丢过了啊！别晕，再一下！哎呀，他先 V， 我就开了出刃甲了。你没可能就那个，走吧，我没蓝了。你说买没敢买宝石啊？我这宝石真的很关键，比没敢还关键。我卖宝石。他们现在要刷了，我们要逼着他们打。炮神带都行，你们自己带啊。他们三个，哎，他们三个刷起来也不慢、啊。别被抓。哎，大王怎么找他们打、啊？我们肯定要有人带线。有大王就去找他们了。宝石带一下吧。啊，你鱼啊，打到他们上感觉的吗？又是这个东西什么的？哎，这个是什么鱼啊？苏振别再说了，苏振。啊，我知道，他们上路三，上路两个，两个大。去带着下路吧。宝石炮阵到底炮阵有哥是吗？有，我换个飞鞋带。大兵哥来放野了，把他反了。我带叉了，他不回头就叉了。差不多。反正想放这种，可能想放这种。我不敢走那边过去，小小也在下的。全都给个魔面自己可以上。别。那我们下路演反一下吧，拉比克明摆明过来放眼的。没了，我买了个宝石。宝石呢？过来、啊。我水一个，你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水了。应该是这种位置，我觉得应该是这种位置。我放这一个。我再水一个。我放这个，我放这个。没错。下路塔已经推过了，保外塔下，我有飞钳，你们可以靠着上路。那个苏人小心，苏人不靠上去是，拉比那个神力靠上去是，神力靠上。苏人带中路去吧，小小在中，你去中路守着，我能飞个中路的。TP 吗？不是，到底是推下还是守着打？那推下推不了啊，守啊，我们把那我就你们去守啊，踢。真是我差你了，看你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我差你了。哎呦，不过差一点。上路这么近的带过去啊，到时候推上路二塔也行。靠过来推一下，扣扣。在路上啊。先走下，我们还没到呢。没事，幽鬼有大。小小没 BKB 的，我在路上，15秒到，我在路上15秒。小小没有 BKB 了。哎，我放了，开了。开了。妈，他们三个人在上啊。把小小给怼了。就没传过来吗，幽鬼？到了。他们三个人在上。回去守。回去吧。我差一个要，还是怎么说？一起回去吗？推不了，真的推不了，我没大了。走啊！凑一下嘛，他们还没到，其实嘛。
他们还没到塔县呢。他们没到我们去什么？要不谁把谁把那个，我把粉丢地上，你把 TV 谁把 TV 给我一个？我等一下走，不要。我给你，我给你。啊，给给给。过你过过我拿 TV， 你要带 TV 给我，我没用的。哥哥先回去吧，哥哥先走吧，我们能走。先回去留人，快回去留人。我走回去。走，右鬼走，哥哥留人，我踢了，有赏金，可以。哎，我忘记我站起来了，我推起来，我水过了，马上我又插了，有插了。这里有个那个，对。也去蝙蝠，也去那个蜘蛛，蜘蛛有 TPG， 我没蓝了。哥哥带过去了怎么说？我上路带过去，我看看啊。下个盾不能丢啊！我出个分身吧。对啊。我觉得他们这样刷我打不过了。蜘蛛森林，蜘蛛还物理蜘蛛还少了一点，不少了，等我等下冰甲羊刀，哎，都刷了，不少物理蜘蛛，被抓，我给视野，我给视野，我隐身。又可以去把上路线带了吧，我们推装了，你把出装备啊，对不对？我就下路的啊。他们自己野区，多少？我不能全买，我想就出装备啊，别留钱。我想留个满活钱买。不，出装备，你没装备打人都不疼。下路的去哪？我在啊。那个森林偏长了，森林偏长。下路三个，他们没塔防，我们真的先快点拆。他们回来的话，他们不回来，一闪开的话，哥哥就先回去。回来了，三。还有 BKB， 他们要拆了。你开始走了。我先回去了。回去，他们强拆了。我们也没塔防吗？呀，我们也没塔防啊。啊，传过来的吧，家里没了就没了，传过来吧，他这一路也拆了。啊，传了。走，给个蒙面走。肉山，你们走，我把石林推一下，你看着 TP 吧。Hello。我他妈就你我死了，你走吧。他们中恶心就恶心，但有个小小孩啊。他们中了还要推啦，我的妈！快补！又给我分身，哎，他们打中了，不推。没，他们打中去了。你保持掉了了。是啊，我刚才去救幽鬼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就找我了。他没那个闪电没标记，我感觉能走，不用催他。他给了我一个魔免。把中路带走，那带盾上高了。不分身带吧，我们走了。我没盾啊，我开不了，我带盾。下波我插一个在前面，稍微慢点吧，不然下几把人开就满了。插幽鬼。插幽鬼就行，插进去。一路换一路，哎，我感觉我们有点亏。下次你们就早点先回来一个吧啊！他们有 BKB， 我先回来拆一提，他们一样的强拆啊，对不对？他们一样的顶着 BKB 强拆了，谁家拆要非常快，也没有塔防。波哥的话就是。他有眼的，能陪过来救一下吗？哦，我陪你。
一个中有一个。嗯？好像穿那边了。猫的球好大了，有个线索。刚刚是那个赏金老师位置是吧？这是为什么？整个宝石基地吧，是不是？你看树人被抓了，他有这个神灵不在，神灵不在，他们觉得听说还没大云水，就是他们在出蝴蝶。嗯。我们肯定没那个再开悟吧？对的，他们有做，有的做的时候就反光了。我要搞个蝴蝶啊！有钱就搞呗，就带，就他妈三路带，刷墙洗。啊，你们有没有记下时间啊？这应该还有两分钟。我操！有盾也不推移，要刷他妈三路。他们就是要刷，之前就看出来这个苗头。超市有了，我买，等我等两百，我等两百买什么？蜘蛛蝴蝶双套晕水屁。往北到他。要带早餐。给你带上。小龙没 A 账，全能 A 账。去上路对了吧？他们神灵过来不了山的，他们神灵来不了山的。可以，下路又可以开下路，我们去上路。你们四个开三个雾，三个雾开雾，我有标记了，你们三个开。把这个赏金干了就好了。妈的，特别贱。有粉吗？哦，我有粉，就我一个粉吗？那得让我走前面。他开 PB 了，他妈了个！你在南方的艳阳。正确的是，我是最强的。上个小仙，宝石鸡蛋，宝石炮弹，有鸽子吗？只有鸽子，只有鸽子，在宝石，在宝石，在宝石，全能带也行。
那表后面也可以带吧。幺零，我不带，我带。At your call。要不你们带幽鬼去开悟吧？还有个悟，怎么说？带幽鬼开悟，把下次带着飞过去啊。我第一时间到战场也没什么太大作用，抓，还能抓一波吧，就没了。那你有点危险，因为他们在那边打野。我把灰药关了，走。上路吧，怎么说？上还是什么？啊，这个灰药不加闪避的，嫌恶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没宝石的，你这东西都说了，宝石才能带回跑点。宝石不在的，这他妈的莫名其妙开给我。需要宝石的兄弟啊！哦，刚才去上路啊，被蜘蛛烫住了。那我们上路怼吧，不管蜘蛛也好，赏金也好，破个雾很正常。没有睁眼的话，没办法的。他妈他有 BKB TP， 操！上路不去。我去。他们这样打，到时候没了，我们推一波吧。是啊，到时候他们这样带，队员打不了，队员抢不了。推吧，推过去，下路让幽鬼带了。我补的很慢。我们的眼呢？给我磨免吧，要不要么用分身去带下人，分身去中路什么的带上。不用去吧，他直接一踢就跑了。他们可能不会打，科科要有情况先回去啊，科科。他们来中了，科科先回去。他们中路只要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又回去了，回来。过去啊！过去啊！开 B B 啊 ！B B 啊！妈了个逼的！哎呦，这个游戏玩你妈！哎，我出个晕水吧。推下啊！我们四个推啊！哎，我哪有时间啊？我们肯定回去了。我先补蝴蝶，再补晕水。对不对？这个算了，我们两个可以了，不用了。我看着开大。嗯。我补个晕水吧。这玩的是羊刀了，羊刀了。啊。你养了就好了，你先养小小下次，你养小小我差一截。这王哥是个傻子啊！就你们，和昨天打丛林肉搏一样，他妈小杰全场只杀了四个人，他妈到最后谁都打不死他，就他妈跟你跑。我操！丛林肉搏好歹也中路开启打一波算了，退了吧。都打不死的。在上蝴蝶了，上路，又有一个人蝴蝶了，有。他没有打过，我操！娘的没用啊！吹一下吧，要不然。先吹。你看，又这样子。推上，他这一波上路带不了了。哎，他们好像又有盾了。是的，森林拿盾了。对，又有蝴蝶了，我操！要不然。这蝴蝶没有啊，有个人。有蝴蝶的钱了，我去买蝴蝶吧。我觉得神灵的装备带个盾不是很强啊，你看这装备带个盾不是很强。这不强，这装备不和幽鬼和 DP 这个装备比，他这个装备不是很好啊，并不怎么样。而且我们有全能大，这个很关键。哎，他们刚才正面始终那个拉比克和那个神灵的作用比较小。他们要来中了。我们这边正面能力强啊。前期一直被人怼到了，中后期没人怼我了，还行。要不你们先回去吧，哥哥。我先回来。他们已经去了。我回来。要直接抢拆了吗？
又这样，我插水利了，水利也踢了。我操！妈，这两个！你妈了！为了个赢，他妈的真是没完。真是太轻了。再刷一会儿，我不想先出那个金箍棒啊，不想先出那个晕锤啊。不急不急。不一定出去是吧？丢个金箍棒怎么样？他们就一个金箍棒也可以打断的。金箍棒好没什么用吧？用还是不用吧？感觉有机会的，他们这么打一个大波速，我们就给追过去了。他们两把蝴蝶，一个天堂。是的，这天堂只有一个。哦，那金箍棒还是好点。他们两把蝴蝶，一把天堂。我觉得晕锤好啊，真的。嗯嗯，各有各的好吧。我可以都出啊，我不要鞋了。真的？哦，他们打的好奇怪。这鞋没什么用，这神灵又走不了。正甲后期，正甲后期干什么？哎，上路好像还有魔美。妈，又魔美出来直接拆了，哎呦妈！像个啥呀？准备养他，魔美好像是养他，准备养他。我大佬大佬大佬，哎呦，这我开大能追吗？能追吗？能追过吗？再开了能追，别了，您追别的，开开开。哎呦！哎，要减二吗他？啊，除了蝴蝶，这人手就是滑翔。好，我出晕锤了，我出晕锤了，我晕锤了，迟早被他们拍死。推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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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推那么墨迹，攻略先带过去，来过来干他。妈，太鲁斯，鸟再动一下。这跟闪失没关系，兄弟们，他是直接 BKB 级别的。能闪失掉的，他会变小的。这个低。评论区一切都有可能。OK OK， 我没有大了，我先说一下，我没有大了，我要守下路的。嗯。我插他，我插他，来来，我插他，我插他。来来来。我没有大的，我没有大的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来来来，宝石打下来，宝石打下来。我操！你们我操！来不了了，对，我来不了的，我说了。来不了，你走吗？你们上那个人好近啊，离你们，离他们。哎呦，没到快死。死了几个？三个。死了三个。船长和沉默肯定不用了。不过我活得快，我沉默活得快。哎，我应该真的把鞋子卖了，不卖那个刃甲，这样他们又不推了，老套路要开始了。你不用买啊，他们信都没过来，你不用买。我们现在能开物抓了，你们都活的话，我有晕锤了，你们谁 TP 我直接弄过来，就看人品了。打和丛林一样，打后期就是看人品了。不急，这个游戏，宝石再等一个，我们别急，这个物千万不要。快来快来快来快过来！还没刷吧？看到吗？他在打野啊。哦，我等个宝石啊。先买个眼，先买个眼给我，买个眼给我，买个。我买个宝石。我这个可以买个刷子。我出刷新有什么用？刷新多少亿他妈刷新不能放鸟里，这就没关系。对啊。叫我出刷新。没控制啊，我们这个屌阵容。其实控制已经很足了，他们跟。哎，开大！来了，开大有鬼！有鬼开大，有鬼开大，有鬼开大！可以。下下下下下。他 TP 不了了，他就运锤，爆！哇操！可以，关键了，这下直接推吧。他应该能奶。逼他买，要不你也买了，逼他买啊！炮手去打，炮手去打，炮手去打，炮手。
去买了。哎，他的这里有一个，后面哦，跟后面叠了，加的，神灵回来了，他们要打一波了，他要买了。这里有个，赏金啊，赏金。我做的视野啊，鸟里是这宝石啊，别被 A 了，别被 A 了。滴滴是不能走的，推下推上，推下吧。下吧。买了。蜘蛛啊，蜘蛛他妈蝴蝶，我操！都在打我，他打了，别跑了。我终于跑到你们旁边了。哎，我们拆塔吧，他们要走了，拆塔吧，不然打不到人啊。神灵没盾，但是又来了。妈了个逼！他起来了。我被进攻了，好，打他吧。对啊，打兵可以，宝石。可以。他们就蜘蛛和小小的。马上有蛋了。神灵买了，把这塔拆掉。我能拆掉吧。肯定能拆。把塔拆掉就走吧。杀小小，晕锤住了。神灵杀了，我被那个了，我被那个进攻了，弄那个下。没事，别慌。杀神灵啊，蜘蛛啊，暴走。这都没事。六杀，我操！没了，漂亮。我要七杀，爆！漂亮。啊！喜欢三剑，喜欢带。我们两个在潜水，我们在潜水，活得好开心啊！妈的，没办法，只能靠吼一下表示存在感。我操！我们两个在潜水吼一吼。四个兄弟抬我一手了，是吧？今天永生难忘。好了，同学们，看完了这一期的顶级对黑之后呢，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小老弟的外设店。这次外设店的双十一活动力度只能说极度爆炸，有5元和10元的无门槛优惠券，然后还有满减的活动，满199减10元，满399减20，满599减50。这50元呢，已经足够买很多东西了啊！小老弟从来不忽悠，直接立减最实惠。除此之外，本期双十一小老弟的外设点有2项非常非常重磅的活动。首先是1元起拍啊，1元拍卖，有3款产品参加。一个呢是和男装店一样的 iPhone 6S 64G 的手机一部，1元起，然后10元起加，到11日晚上23:59截止。还有一款啊，小杰经常展示给大家看的机械键盘富林 GT104 机械铠甲和达尔优牧马人二代啊，也是1元起。这2款在小老弟的外设店里销售情况和评价都非常的好，因为是机械键盘，所以打击感非常过瘾，而且采用的是悬浮式按键，全金属键面啊，视觉冲击力非常的足。鼠标呢是以前 WCG 的专用外设器具，在很多大奖赛上经常可以看到职业选手使用，性能方面很卓越，毋庸置疑。颜色呢也是可以调节多样，1元起拍来抢一波绝对超值。除了拍卖活动呢，页面上还有4款产品参加了秒杀活动。一博的魅影狂蛇电竞鼠标，这款鼠标呢仿机翼设计，搭配灯光效果非常酷，握起来呢也很舒适贴合，而且使用的是全类肤表材质啊，表面材质可以调节2500的 DPI， 响应速度非常快，定位呢也很精准，很适合我们打游戏的使用。
是怡博品牌比较著名的一款产品，经典系列，又便宜又划算，现在秒杀价格只有60块钱。其次呢，是一款富林魔焰的 G90 游戏鼠标，这鼠标就比较炫酷了，可以调节这个 RGB 的全彩呼吸灯，可以安装驱动之后慢慢研究，调法很多。这款鼠标的金属质感非常强，同学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下方使用的是全金属底盖，让整个鼠标看起来非常特别，和之前介绍给大家的一元起拍的 GT104 简直绝配，现在秒杀价格只有148块钱。还有两款键盘啊，各具风格， RK61 这款键盘可以支持蓝牙无线使用，有按键可以调节啊，也可以调节就是有线无线的，整体布局采用61键极简设计，超长待机，10小时连续使用。而黑爵 AK20 驱魔师游戏键盘具备优质机械键盘的手感，周边还有金属饰边悬浮式按键，只要80块钱。双十一我们的外设店里基本上所有产品都有降价特惠，赠品活动都很多，老铁等了一年了，现在不来看看啊，那就得再等一年才有那么便宜了。